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。第180页，180页，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，有一切专念者，故云上经行受，下至身念。这一项专念的这一句，古德解释的很多，也非常精辟，紧接着发菩提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发菩提心，这一项专念呢，还是不能往生。发了菩提心，没有一项专念，也不能往生。欧耶大师虽然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品位高下，决定在功夫的前身。好像发心跟念佛是两桩事情，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一桩事情。决定分不开。为什么？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，临命终时，身念决定得生，最后还是落在要念佛了。那个身念就是一项专念，十句。念念相续，功夫前身没有说念佛多少，没讲这个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。不是说一天念十万声就能往生，品位就高，不是的，功夫前身。人家念一句功夫深的人，抵我们念100万句都不止。为什么？如果是散乱心念佛，就没有功夫了。一心念佛就有功夫，一心是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一念可不得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念是真心在念。我们一般人念佛是用妄心在念，念佛的时候有妄想，有杂念，甚至有牵挂，有忧虑，这个虽然念呢，没功夫啊。人家念的很少，一天只念个十句，念个100句，但是他是一心专念，这就叫功夫。功夫深的
真的是没有杂念。那么念佛功夫跟发菩提心有密切关系，真正用菩提心念，这功夫深啊。啊，所以菩提心不能不讲清楚，不搞明白，关系太大了。啊，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我们在8年前2005年的元旦，在澳洲布里斯班跟同学们做了一次讲演，题目是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，啊，用这个讲题，我写了一个提纲，讲话的提纲，啊，那一天有翻译，我们2个小时，实际上是1个小时，啊，很多当地人在听，有不少人听得很感动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是菩提心。这一篇东西现在印成单张，有中英文的翻译，啊，虽然是8年前了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啊，我们确实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它。这一篇东西所说的就是无上的菩提心，我今天还是照这个大纲的原文，一字不漏，我们再重新温习一遍。啊，尊敬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将爱送到全世界，肯定人心本善，人人皆有佛性，希望人人能学会自爱，这是关键。如果没有自爱，下面全是假的，你决定做不到。啊，圆满自爱的人就成佛了，就是大圣人，他懂得自爱。啊，爱自己的真心，爱自己的真心，这个爱是自信的核心，是自信的原点。自爱才会爱人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缺少这个。人都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是不知道自爱的。啊，自爱的人决定是向上提升，
一定要把自己提升到大圣、大贤的地位，这自爱啊。提升到究竟圆满，就成为佛陀。啊，所以谁懂得自爱？菩萨。声闻缘觉还不够啊，菩萨懂得。为什么？菩萨发菩提心，自爱就是菩提心啊，他才能爱人，爱人决定不害人。才能爱家。中国古时候的家是团体，形式上中国的家没有了。啊，今天有社团，啊，社团可以把它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家。啊，有企业的社团，有学术的社团，有政治的社团，有工商的社团，也有教育的社团，社团很多。啊，社团是个团体组织。啊，中国人从前的家是团体组织，所以大家庭。啊，今天社团就是大家庭。所以爱家就是爱团体，啊，爱国，爱世界，爱众生，啊，爱这个字，在中国六书里头叫会意。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，你能够体会到它什么意思。啊，它从心、从受、从心。啊，这个文字组织起来就，啊，它有心，它有受，啊，以真心感受为意，真心感受是爱呀，啊，说明它不是妄心。啊，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，真诚包太虚，真诚心有多大？啊，它包虚空法界，大乘佛法讲的，心包太虚。量周沙界，就这个意思。量是它能容、能包容，啊，全宇宙它能包容，这么大的心量，这是佛的心量。自己要直下承担，佛的心量。就是我自己的心量，我自己的心量跟佛的心量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两样。啊，问题是我们迷了真相，对宇宙的真相一无所知，把自己身体执着为我，身体之外都不是我。所以心量小了，小得可怜了，啊，不能包容别人，啊，这就产生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到了极处，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，
得可怜到几处啊。啊，自己不知道爱自己啊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？不知道保重身体。不知道保重自己的德行。啊，自己本来具足，中国古人所讲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是你自心里头本来有的，你一样都不缺。那今天变成什么样子？变成不仁不义、无理无智无信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就是不知道自爱呀！啊，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这是信得了，这是自己啊。现在不孝、不悌、不忠、不信、不仁、不爱、不和、不平啊，这就是不自爱呀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无戒十善是自己的心得。啊，我们现在全丢失了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是杀盗淫妄，都是贪嗔痴慢。啊，这说的是，说的人不知道自爱。啊，自爱的人一定是坚固守住自己的心德，一切时一切处永恒不变，这种人是自爱的人啊，自爱是圣人啊，自爱是佛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啊，不自爱的是凡夫啊，六道凡夫不自爱啊。四圣法界里面的人，懂得一点自爱，不圆满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鼓励同学们一起学习的，要自爱，从这做起。啊，自私自利不自爱，名闻利养不自爱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人不自爱。啊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人不自爱。啊，遵守佛菩萨的教诲，依教奉行的人，这种人自爱。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真诚、报太虚、仁爱、周沙界，都是周边的。沙是像恒河沙一样多那样的世界，落实在世间，就是《弟子规》；落实在佛法，
就是十善业道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，那是自爱的具体说明啊，这三样东西，你看到生欢喜心，你看到百读不厌，千遍万遍的越读越欢喜啊，不但你能够读，你能够奉行，字字句句都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言行、生活，你是真正自爱的人呐！啊，所以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。法界跟娑婆是佛家的术语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啊，全宇宙。一界是十善业道遍法界，弟子规的教诲满娑婆，啊，爱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。也是世界文明的遗产。每一个人都有。现在虽然迷失了，迷了自信，好像完全没有了，其实他在，一丝毫的损伤都没有啊，你什么时候把他找回来，他就回来了。我们要肯把他找回来，越快越好啊。啊，爱就是弟子规的圆满落实，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成传。中国古圣先贤，我们的老祖宗，世世代代把这个传下去啊。啊，这就是教学，特别是家教。啊，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教。教导子女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怀孕的时候开始。学习周文王的母亲，他懂得啊，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啊，就是怀孕周文王，在这十个月当中，他能保持身心啊，这个心呢，心是心态，行是行为啊，心身就是言语造作都非常谨慎啊，目不视物色，是眼睛不看不好看的东西，不看；耳不听淫声，
口不出傲言。啊，这个傲言就是佛经上讲的倭寇。啊，连倭寇都没有，妄语、两舌、绮语当然没有。在佛门里面讲，就是怀孕的时候，她懂得持戒，戒持得很严。在中国传统来说，他守礼，怀孕之礼，他守得很好，做得很好。啊，所以小孩出生，这小孩就是文王。容貌端庄。啊，好教，好养，孩子听话。父母大人在小孩面前也要守礼。啊，不能让小孩看的，不可以给他看。不能让孩子听的，不能让他听到。不能让他接触到，他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全是正面的，全是善的。这叫扎根教育。啊，母亲时时刻刻不离孩子身边，在旁边守住、保护他。啊，决定不许可邪恶接触到他。啊，这样看三年，1000天呢。啊，到他满3岁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扎根教育。这是什么教育？这是爱的教育。母亲对孩子没有爱心，他做不到。他有爱心，他要保护他，不能让他受到丝毫伤害。啊，3岁所打扎的根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：“3岁看80。”啊，3岁。母亲扎的根呢，他到80岁都不会改变，他都能守住。啊，这是什么教育？圣贤教育。啊，真诚爱心的教育。这个教育古时候有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古时候很普遍，家家都懂得这个教育，所以社会祥和，人皆善良，容易培养啊。现在呢，现在做母亲要像文王这样爱护他的儿子啊，好好的来陪他1000天，不接触邪物。长大之后跟别的小孩玩，一上学一踏进社会了，社会是个大染缸，马上就染污了。你的心血就白付出了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了。因果教育当家，
人真正相信因果教育，他有能力辨别善恶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啊，三四岁小孩就有这个能力。他敢不敢去染这个恶习气？不敢。为什么呢？将来有恶报啊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，教育能救国家，什么教育最有利益，这个力度最大，叫因果教育。收起现前现世的因果，不要讲过去，过去人家不相信啊，说人家写小说写的未必是真的，现前的因果报应啊，报纸上刊登的，电视上面报道的，啊，办案人员亲身所见的，这非常有说服力。啊，这个要多加宣扬啊。这是救世之道啊！啊，如何挽救世道人心？要从这儿下手。啊，善有善因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明白因果报应，他不敢起恶念。为什么？畏惧三恶道的果报啊，恶念都不敢起，怎么敢做恶事？这个社会自然就恢复和谐了啊，恢复安定了啊。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爱是弟子规，是感应篇，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，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成传。在东方世世代代成传下来，啊，对这个抱怀疑态度，不相信，不尊重，不肯学习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慈禧太后啊，慈禧太后戴的这个头啊，对儒释道不尊重。自己掌握着政权，以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胡作妄为啊！今天他在哪里？在地狱出不来呀！他罪太重了。啊，毁灭中国传统文化，就是毁灭这个民族，毁灭这个国家，毁灭全世界。一切众生幸福的根源，被慈禧太后破坏了。所以他这个罪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。
啊，后悔也是枉然。啊，这是个带头的人。啊，以后不少跟进呢。才造成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局面，整个世界灾难遍满的世界。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了，心行不善，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。下面我们总结，爱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法性，大乘经上所说的。啊，这个爱，大乘经上叫它做菩提心。啊，爱就是本心，就是本善，就是纯净，就是纯善。对，东方圣贤所说的。啊，爱就是真理，就是真谛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永恒。这是一般学术界里所说的。幕后说，爱就是神圣，就是上帝，就是真主，就是圣灵，这是世界所有宗教所说的。啊，都是说的这个爱字。爱字是万德的根源。信德的原始点、原点，展开来，万德庄严，万不是数字，是形容无量无边的。称心之德，啊，这是个原点。真诚的爱，爱孕育出宇宙万物，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从爱心而生而长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。幕后一句他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宇宙之间一切法是从自信原点发生的。这个原点就是真诚的爱心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果然知道了，对于宇宙之间
任何一法啊，一粒微尘，一株小草，一个蚂蚁，一个小虫，你都会用真诚爱心去照顾它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真心的流露。啊，不要小看一个蚂蚁，一个蚊虫，也许它前世有崇高的地位，有亿万的财富，它这一生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小呢？因为过去生中啊，他以为他太大了，万万人之上，啊，功高我慢，这个果报啊，它变得很小很小。变成个小蚂蚁了，啊，蚂蚁窝里头去当王，这因果事实。你看到的越多越好啊，你的心才真正觉悟啊，才真正平等啊，啊，真正了解宇宙之间一切万物的真相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，他们发现了人真有灵魂。死了以后，这灵魂都回归自然了。这个话没说错，但是也没有说对。啊，回归自然是最后。肯定回归自然，这是佛法里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最后决定成佛，成佛是回归自然，没有成佛回不了自然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在六道里头，在十法界里头。啊，造业受报啊，因果循环啊，没有出头的机会啊。机会是什么？是佛法。啊，这个世间人多，以地球来算，地球上70亿人。啊，幸福的人有多少？啊，一般社会学家概率的估计，全世界幸福的人大概6-7亿人。这是概率的估计。啊，在宗教里头，以信基督教最多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。啊，差不多有20多亿人。啊，佛教只7亿，少数。
这七亿佛教徒里头，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教？啊，真正懂得佛教是什么的，有几个？啊，真正遇到了，是真的佛教了。他明不明白教义？教义明白了，他相不相信？相信了，他肯不肯修行？真修行了，肯不肯放下？一层一层淘汰啊，到最后没剩几个人了，不多。啊，一层一层就淘汰了。啊，到最后啊，我们优劣的估计决定不到1000人，在全世界。啊，这是包括净土，学佛真正的往生。啊，确实不多，真难得了。那么不能往生的人，统统要搞六道轮回。真佛弟子，我们就晓得了，他是什么心呢？念念求生净土，念念放下娑婆。这个世界与我不相干的，啊，我跟他没有干涉，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干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心里的呢边都不能沾。不能要名，不能要利，不能有喜欢，不能有厌恶，这念头不能有。要怎么呢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绝不妨碍我求生净土，这一点重要。啊，如果妨碍净土的话，我修净土这个最重要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。啊，不妨碍自己能做得了主，就是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，这些没有这个功夫不可以。啊，你接触就是染污，接触多，染污就严重。啊，这一生念佛往生的缘，你就得不到了。来生再遇到，不知道是哪一劫，怕的时间太长。啊，轮回里头受这个苦太多了，太严重了。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爱是万德、万能、万福的根源，根本呢。
做人不能没有爱心，齐家要有爱心，治国要有爱心，天下得到公平也需要有爱心。这一个爱字全贯穿了啊，这个爱心就是菩提心。一切佛神所证所得，即是自爱。二种落实，这个二种就是十三业跟弟子规啊。今天我们再读这个二种，要加一个三种落实，要加太上感应篇。啊，没有太上感应篇真的不行。啊，道德约束不了人。因果能，因果会叫你，你杀人。今天你有权有势，你杀人不要偿命。可是死了之后，你到鬼道，到地狱道，被杀的人要问你索命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如果你的福报不够大，在你晚年的时候，被杀的这些人都在你的周边啊，在你周边，你周边就阴气很深，你头脑就迷惑，常常干出坏事啊，加重你的罪业啊，这就是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的。啊，所以懂得因果不敢做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堕胎的风气很深。啊，堕胎是杀人呐，杀自己的儿女啊。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，跟你有缘。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缘四大类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这四种。啊，这个小孩要是来报恩的，啊，过去你对他有恩德，他这一世遇到你来报恩的，孝子贤孙。你把他杀掉了，这报恩呢就变成冤仇了啊，恩变成仇，他再来的时候是报仇的。你说你麻不麻烦啊？讨债还债的原本是债务关系，你现在把他杀掉，债务之外还加上仇恨，你决定跑不了啊。啊，死了之后各种地狱的罪你都得要去受啊。你受不完的罪啊。最后还要还命。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。啊，杀生吃肉。
这现在社会好像是正常的现象，你完全看错了。佛经上说，你吃他半斤，你来生还他八两。为什么？你欠他的。啊，你吃羊肉，来生你投羊胎，你被他吃。啊，你吃鸡肉，来生你变成鸡，也被他吃。就这么吃来吃去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啊，想想我们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，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？你就害怕了。要怎样才能不还呢？现在学佛懂得了，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给他，把过去这个冤结化解，啊，希望这些冤亲债主都变成我们同参道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将来大家统统往生极乐世界。除这个办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啊，许许多多人给你讲的这些方法都不是真的，都不能化解问题。化解问题只有这一法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我脱离了，我一定要发心帮助他们脱离。啊，我这一生所吃的所杀的，我一定帮助他，我一定救度他们脱离苦海。这些众生才肯原谅你啊，啊，才肯接受我。化解怨恨的条件，我们自己修得不好，他来找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话不算数啊，你做不到啊，你真正修行的欢喜啊，他来做你的护法。为什么呢？你成就就是他成就，我们共同成就啊，所以他欢喜做你的护法神。一切佛身所教所化，前面是所证所得，记住是自爱。所教所化的呢，这是爱他。一切众生都要爱，有情的众生动物要爱他，植物要爱他，山河大地要爱他，没有一样不爱啊。他是自信所生所现，他是妄心能变所变，妄心跟真心本来是一个心。为什么叫他妄？
他迷了即妄，他觉悟了就是真。一切圣贤的教化就是真诚爱心，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生活规范的教育，啊，在印的时候把十善业道加上去，啊，三灾是果，三毒是因，这个我们在学习分享里面多次说明啊。特别是大乘之观给我们讲业病的因果啊，大乘之观讲病的根源有六种啊，最后一种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恶业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不善的这个业所感得的疾病呢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小心了，不能不谨慎了啊，我们印出了这一篇，希望大家要多看，要常常记在心上。那这一面是总说，惑、迷、痴情、痴情这四个字，完全是一桩事情。四同名义，有这四个字，有惑，有迷，有痴，有情，这叫凡夫。这四个没有呢，就叫圣人。放下七情五欲，身心健康，智慧现前，断见思成正觉，就是阿罗汉。断尘沙成正等正觉，就是菩萨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成佛，就是如来。全在自己啊，人人有份。啊，佛是什么？很多人不知道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。啊，他的意思简单的说，我们从三皈依里面讲，皈依佛二祖尊。啊，这个二祖就是佛的意思。啊，二是什么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德，就这两样。足，足是满足圆满，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这叫二足。
啊，两种圆满里面最尊最贵的就是佛。啊，什么叫最尊？它是究竟圆满，不是两样都有，两样都真正究竟圆满，没有丝毫欠缺，这个人称之为佛。啊，我们居住在此地，还有一些邻居不知道，听到佛好像听到魔鬼一样。啊，极力的排除拒绝，啊，不准我们念佛。他要是了解意思，他就后悔了。不要智慧，他就愚痴；不要福报，他就贫贱。那么这些人甘心做愚痴贫贱的众生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佛带给他的是圆满的智慧呀，圆满的福报啊。他不要福报啊，他不要智慧啊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是三恶道的人啊，不是世间人呢。世间人要福要慧呀，求福求慧呀，他不要福慧。你多可怜！啊，直观里面所说的恶业所起的七种病因啊，第一种杀业。杀众生，吃众生肉，啊，容易感染肝病，啊，肝炎、肝癌，容易得这些病，啊，在身体外面呢，外面感染眼睛，对应的眼睛，眼病。啊，年纪老的时候了，眼睛看不见了。耳朵中听了，听不见了，都是业。啊，啥感染的这些病，肝炎病，到其肺鼻病。啊，道行取不义之财呀、啊，这是道的行为呀、啊。啊，喜欢占别人的便宜，占便宜的念头就是道行。啊，心是道心，行为也是道的行为。他容易起肺病，啊，肺癌、肺炎会得这些病，再得鼻病，啊，鼻严重的，得鼻窦炎，不能呼吸而死亡的很多。啊，第三种是淫欲，过度的淫欲。感应的是肾出了毛病了，耳出了毛病了，啊，耳跟肾是通的。妄语，不要小看了妄语，佛把妄语列入众戒，说明它是有害于自己，有害于别人。
啊，妄语里面包括两舌，包括绮语，包括倭寇。果报都不可思议。啊，脾脏出毛病，舌出毛病，啊，饮酒过度容易得心脏病，啊，也容易得口舌病。直观里告诉我们，犯五戒，就是杀盗淫妄酒都干，样样都干，他的五脏六腑决定有问题，他眼耳鼻舌身也有问题。啊，但是也有持戒，持得很好的，他也会得病。啊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原因，叫人中清报。啊，他有很重的罪业。啊，重报啊，转变轻了，得一点小病，受一点苦啊，他就报警。啊，是修行修得好的，啊，临走的时候也有病的现象，啊，那都是属于重罪轻报。啊，虽有这其中啊，总而言之，业障病很多，很麻烦，要细心去检点。把病根找到，把源头找到，然后你对治。我不杀生，不吃肉了，肝病炎病就好了，肝炎就没有病了。啊，我不偷盗，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我的肺就健康，就不会生病。啊，不淫欲，你肾健康。不妄语，脾脏健康；不饮酒，心脏健康。你的五脏六腑通通健康，你快乐长寿啊！所以，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。啊，特别是疑怀疑，人疑心重，免疫系统就瘫痪了，很容易感疾病产生。啊，人对自己有很强烈的自信心，这就是免疫系统好。啊，外面虽然有病菌感染，它不容易感染。我们讲的抵抗力强，啊，这就是信心。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，有因再加上缘，就得病了。啊，这个病是什么？内脏脏腑失调。外面赶来的是天地灾变，啊，里面是心病、身病，外面是大自然的灾难，通通都来了。啊，疾病、苦难、短命、自然灾祸，这是病的报啊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，悲伤、悲恼伤肺，人烦恼，悲伤烦恼伤肺，
怒火伤肝啊，烦恐啊，烦恼恐怖压力伤肾啊，恨伤心，怨伤脾胃，这中国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啊。外面的环境，恶念、不善的行为引发的灾难啊，贪的心、贪的行为引起水灾啊，嗔恚引起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地球温度上升，发脾气有关系啊。愚痴是风灾，傲慢是地震，怀疑山崩地陷。得跟你讲因果，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，怎么对治？中国古人讲的无常，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守法。什么叫义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。礼是节度，是尊敬别人，礼的精神，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要谦虚，要尊重别人。智者不迷惑，信者不骗人。你能做到仁义礼智信，能守五戒十善，能修六合，能念佛，这是一切病的药。你只要把这几桩做好了，内一切病苦远离了，外面灾难化解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它真有效啊！不能小看了，不能不相信啊！不相信，你内外问题都不能解决。你要相信的，对内身心健康，智慧福德现前，外面一切灾难化解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这样子写到啊，水灾是果啊，贪欲是因啊，火灾是果，嗔恚是因啊，风灾是果，愚痴是因啊，地震是果，傲慢是因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心平气和，灾难自息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自己的观，这个苦难，不是不能救啊。包括居住地球的灾难，我们都有能力救，只要自己真敢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的居民人口的总数
1%的平方根大概8000多人，全世界能有8000多人真正悔改，真正有爱心，就能救整个地球。许多人都说了，那这8000多人很容易找啊。啊，我们这一个团体就不止8000多人了。条件是真正的爱心啊，有没有？一个都找不到。有一个自爱的吗？啊，自爱的人，最低的标准。不是讲真自爱了，沾上一点自爱的边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圆满落实，用这个标准来找啊，一个都找不到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1%的平方根到哪里去找？不要到找别人，找别人你会失望，回过头来找自己。自己能不能做到？啊，我们在这里提的无常四维八德啊，感应篇十三页，六合敬六波罗蜜，几个人真做到了？啊，要像这样的人，真正做到的人，1%的平方根。换一句话是，地球上有8000个菩萨出世了，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不行。阿罗汉有自爱，没有爱他。有几个人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？所以细心去观察了，难呐，太难。真诚爱心，无毫分不善夹杂，这就是科学家讲的标准。啊，真诚爱心的人，没有毫分不善夹杂在里头。啊，地球上有这样的人。8000人出现，地球上70亿人造作的罪业，他们都能够承担得了，还能把地球保住，没有重大灾难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灾难能不能免除？不能免除。啊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你的心是贪嗔痴慢疑，你每一天的行为是杀盗淫妄酒，你以为在享受，在享乐，殊不知你在所作所为的伤害你的身心，
这样的日子过久了，不要多，两三年，你全身都是病。这个病是你自己找来的，你本来不应该有的。啊，自作自受啊！佛菩萨慈悲也不能代替。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害自己的是自己，救自己的还是要自己。别人救不了我们，佛菩萨救我们，是把这个因讲清楚了，理讲明白了，方法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根据这个理论，依据这个方法去做，我们就自救，我们也能救别人。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在此地啊，不是烧头炷香啊，烧头炷香没用啊。那是骗人的啊，什么坏事都干，烧头炷香，哦，佛菩萨把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那这个佛菩萨不是变成贪官污吏了啊？你贿赂他一点，佛菩萨就保佑你，这不是佛，这是魔。佛不干这个事情，魔干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魔最后的目标是把你送到阿鼻地狱，所以叫你多干坏事啊，你才会入阿鼻地狱。佛不是的，佛终极的目标是让你成佛啊，让你成佛怎么能有坏心眼，怎么能有不善的行为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不起佛陀，心目当中佛陀都是贪官污吏啊，都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贪他也贪啊，我们多贪一点送他一点啊，让他保佑我啊，让我贪得更多。这种心态对佛菩萨是侮辱佛菩萨了。这个罪太重太重了。啊，世间真正做坏事还有良心的人，不敢进佛的大殿。我遇到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一个同事的太太，啊，我带她到寺庙里面参观，不敢进大殿。我问他为什么，说我的罪业太重，不好意思见佛。这人有没有救？这人有救啊，他有良心啊。虽然干很多坏事，他良心没昧啊。他一忏悔，真能忏除业障，但是他不懂，啊，不敢见大殿，不敢见佛菩萨的像，有惭愧。啊，这个人现在也许不在了，他跟我同年。啊，人人上善。家家和乐，自然不起三灾诸难，肯定的。
我们一定把自信里头本有的爱心找回来。啊，三学，三学是戒定慧，增上啊，要增长啊，要在这上加功夫啊。仁爱礼让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用这四个字，啊，天下和顺，别人不跟我和，我跟他和，他不随顺我，我随顺他。啊，慢慢去感化。啊，国风民安，兵国无用啊。自然百福平真，千强云集。这是圣贤仁爱教育的圆满效果。无人真心自然显法。这个说明这桩事情不是做不到啊，真发心他就做到了。天下事最难的事是求人，求人难，登天难啊。这个事情是求自己的事情，不是求人，求自己不难。啊，仁爱礼让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在外头。这个事能做到，天下和顺是果，我们修这个因，自然就感得果报现前。有因有果，国家一定富强，人民一定安乐，永远没有战争。那我们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啊，总统邀请，我也没有想到去这么多人。我那个时候以为呀，二三十个人就不得了了，就很多了。啊，前天我在听他们告诉我，啊，吃饭呢，吃饭多少人呢？这是最正确的，600多人呢。这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大的规模啊！我们包了一架专机，专机只能坐300多人，还有一半的人啊，搭乘一般的飞机过去。啊，到那个地方所看到的啊，尤其难得，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从巴黎飞到科伦坡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啊，我们这600多人包括他们。昨天我收到大使团主席给我写的一封信，很感动人。啊，这一个星期的活动非常有意义，
非常有价值，每个人都感受良多。啊，是一生当中最值得回忆的七天。啊，看到了宗教团结产生伟大的力量。啊，宗教的教学能够让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如此的祥和。爱敬不单是人，而且是对万物。啊，这块土地没有收染物，这个国家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。啊，农耕都是用原始人工的方法，人民勤劳，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寺院接受佛教教育。啊，出家人大半都能讲经教学，不容易，人民都被他教好了。啊，对于环保意识很深。啊，农村里面，你看那些小路上都干干净净，没有人随便丢垃圾。大街小巷，你去看，就那么干净。这叫人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这么好的国家。所以我临别的时候发心啊，他们要请我去讲经，我一定会去。我们的无量寿经可以分100个小时，分200个小时。到那个地方去讲，啊，一个月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个月30天是120个小时，啊，一年去2次，一次一个月，很好。啊，那个地方是佛国度啊，讲无量寿最恰当。佛国是无量寿，是无量光。啊，这部经就是无量光寿。啊，是。愿我同能，特别要重视十善业道。太上感应篇，弟子规啊，要认知，要学习啊，对这三样东西要有正确的认识，要了解，要认真学习，务必100%的圆满落实，真感。啊，斯里兰卡令人尊敬，让25个连驻联合国的大使刮目相看，是什么？他们的人民落实了，落实了三规五戒十善。啊，你看家家户户。男女老少，
这是我们能看到的。大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这么一个国家，佛国度啊。我在泰国没有见到啊。泰国是佛教国家，没有把佛教的教育落实在群众的身上，这一点他没做到。啊，我上一次五月份去泰国访问，目的是劝导泰王。啊，泰王跟我同年呢，我们约好了，这次访问呢，可以在一起会面，谈谈这些问题。可没有想到，语言不足，我到泰国，他生病。住到医院去了，啊，所以皇后代表接见我们，没想到斯里兰卡已经做到了，我们看到欢喜、佩服、敬仰，所以。一定要落实。啊，今天我们要求自己，自己不能落实，不能教别人。啊，教别人先教自己。此乃化解一切灾难。化解一切冲突、对立、矛盾之根本修行大法。啊，今天世界的灾难，人间的冲突、对立、矛盾。从二战之后，这大半个世纪，确实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，苦不堪言。过去生中修善积德，就是现前的大富大贵人家，也被社会不良的风气所感染，他们智慧失掉了，福报现前。啊，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而不知道啊，五欲六尘是病灾、恶报的业因呐、啊，拼命在造这个业因呐、啊。福报有享受的尽的，福报享尽了，恶业就现前。到那个时候，后悔莫及。我们看到、听到多少这样的人。现在都在地狱受罪啊，许许多多人我们认识
我们见过面。那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听到过。啊，在电视里都看到过，在传媒里面看到过。一些世界知名的人士啊，今天在这遭受苦报啊！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迷失了爱心，爱心就是自己，迷失了自己。那他的方向目标走错了啊，走上名闻利养，走向贪嗔痴慢啊，贪念五欲六尘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殊不知损人是决定害自己，利人才真正是利自己，这个道理他不懂啊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啊，苦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所以幕后我们以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也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善恶的标准，利他是善，利自己决定是恶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修行正果要是为利自己，我的地位高了，我突出了，啊，别人不如我了，还是要堕落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念傲慢，把你所修的功德都等于零了。啊，记住，孔老夫子那句话是真理。他说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施教且吝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”夫子的话说得很含蓄，道理很深啊。所以我把贪嗔痴的核心提出来了。贪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情执，那是贪的核心。情执放下了，贪很容易断掉。啊，嗔的核心就是傲慢。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。啊，所以要晓得情执是贪中之徒，最徒的啊，傲慢是尘中之徒啊，怀疑是愚痴里头的毒素，毒中之徒。这三样东西你要是不认识，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，你要是沾染了，你麻烦可大了啊，它能够坏一切善法。
他不会成就善法，他是坏一切善法的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反过来呢，他能成就你一切恶法，帮助你进阿鼻地狱。他终极的目标是把你送在无间地狱。啊，你还很喜欢他，你还舍不得离开他，愚痴到了极处啊！啊，那么今天讲这么多，都是补充前头的一句话：发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是真诚的爱心。啊，是高度智慧的善意，不是甘心如此。啊，我们用这种爱心善意，自行化他，然后一向专念。古人说的话没错，上进行受就是一生，天天干，一天都不离开，一向专念，下至十年。啊，如果工作忙碌，不能够啊专心来念佛，你就用十念法。古大德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，早晚修十念，十口气，一口气叫一念，不拘多少。啊，念十口气，晚上用这个做碗口，睡觉之前念十句，一生都不缺，也符合一向专念。啊，念念求生净土，这个世间万缘放下，他就相应。啊，我们轮回在六道，时间太长了，这无量劫来啊，很想脱离，没有办法。今天遇到这个方法，只要能信，只要能愿，啊，具足信愿，接受这两句经文的教诲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一生就能脱离苦海，就能往生成佛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